柯市长本来要离开了，好巧不巧碰到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。知道了，合照合照。朱朱姐拉着柯阿贝的手，把他拖回活动现场。只不过这场子是新党市议员参选人侯汉廷的新书发表会，蓝白在市北关键摇摆区同场。不会，我跟柯市长都是在很多场合自然互动啊。 那我想等一下也会跟柯市长报告我们10月5号辩论也都已经排定，也正在准备当中。那也欢迎柯市长能够一起关心台北市未来的发展。会前说不尴尬，但会中尬位满点。不过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在场有志一同就是批评民进党防疫乱搞，还是要指控民进党你的。这场疫情后给他的评语叫3分防疫7分政治，以前有叫3分军事7分政治。 所以其实这是，对我来讲都点滴在心头。柯医师炮火不小，而除了防疫成了选战攻防重点，这件事也还没吵完。不要做这种口水战，我刚刚已经把实际的过程和状况跟大家做了说明。我想台北市政府可能昨天的发言也没有完全说到真正的核心，甚至说错。上上大兵在岛上，小心小心。 两人隔空交火好几次护攻对方卡弹，但这颗弹在任内注定当不了柯文哲政绩，似乎也只能在选前和中央抢些话语权。TVBS新闻江明翰、董文俊、庄海瑜台北采访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